Hello， 大家好，我是神王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万众期待的乐辉七四 U， 因为这个我最近一直很忙，所以这个新枪都没怎么来得及做评测啊，所以拖到发售好久了以后才给大家做，实在是不好意思。好，乐辉这个品牌，先说还是按照惯例说品牌啊，乐辉这个品牌不多说了，从以前的最早他出的短剑啊开始，那会儿他的就是以外膜这个铸膜啊，质量外壳质量比较好啊著称。现在它出的这个七十四 U，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箱评测。包装盒刚才忘说了啊，采用的是牛皮纸包装的。现在这种专业一点的水弹发射器都采用这种牛皮纸盒的装的啊，更加简洁，显得呢也更加专业。七十四 U 这款枪呢，也算是行业有一个独创的啊，独创的地方。我们待会儿做评测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说。好，这个就是标配的内容啊，常规的就不多说了。里边配了一点水弹，配了一根这个背带啊，然后炮弹瓶，然后电池。电池这款采用的是这个14500的724伏的啊，1200毫安的一个电池啊，然后。这个配了一个护目啊，配了一个可更换的护目，然后还有枪的主体。我们先把东西拿出来，待会儿再说啊。好，枪主体、护目，然后配了一个战术红外线，然后战术手电，还有火帽啊，还有弹夹，然后 USB 充电线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好，然后基本就是这么多东西。好，我们来先说一下这款产品啊。乐辉呢，它这个枪型首先是行业第一次出啊，一般都是 AK47 多一点，比如说像现在那个比较好的京击 AK47， 还有这个小月亮新出的那个 AK47 全比例的那款。AK 的七十四 U 这个枪型还是第一次出啊，当然168之前也出了一款。出了一款74U， 出了一款AK74， 出了一款 AK47 啊，168工厂出的那个。但是那款枪由于质量呢，比较一般，咱就不多说了，在今天，好吧。然后这款枪乐辉还采用的，说实话就是太保护色了啊，可能第一次买的玩家都觉得这个太像玩具了，这个白色和橘色的配色啊。但是它也因为这款枪的性能确实还是不错，待会儿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评测，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介于这款枪性能比较好，所以厂家为了保护它这个枪，避免被认为是仿真枪，所以做了一些这个保护色，所以配色上呢比较谨慎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只要枪效果好就 OK。好，弹夹待会儿再说啊，这个配件就不多说了啊。乐辉跟那个乐辉短剑呢是一样的啊，红外线和手电，然后配了一个火帽。然后这个护目呢，大家要觉得前面这个带战术导轨的这个护目不好看，也可以更换成这种仿木的，它配了一个仿木的这个护目啊，也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护目，然后电池我们待会儿直接装上来试一下啊。好，配了一块原配的锂电池。好，这款枪呢，我们先把东西安装上吧。这个火帽非常好安装了，直接一插就可以了啊。直接一插就 OK 了啊，然后电池，我们再说电池的安装啊，这款枪电池是在上面啊，对，上面这块有一个这个黑色的一个弹仓盖啊，把这弹仓盖打开啊，但是里边并不是装水弹的啊，里边是装电池的啊，我们把这个电池先装上，好，装上电池以后，然后我们把电池放进去。弹仓的地方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啊，适合的电池也比较多，并不像那种常规的 F4 后供电一定要用那种条形电池啊，这个电池适用范围还是比较宽。好，重点来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AK74U 的弹夹。这个弹夹是这款枪的一个整体的亮点啊，为什么说是亮点呢？因为这款枪采用的是一个机械供弹的设计。大家知道啊，下供弹的产品呢一般都是底下有一个电机，对吧，上面有金属触点，通过电机的转动来把水弹这个从底下往上供弹啊转上来。但是 AK74U 的这个设计呢啊是采用了机械供弹，机械供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弹夹上边有一个这个点啊触点，
在这个连续射击的时候呢，枪里边有一个导轨的一个设计啊，大家可以看，这样，哎，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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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边有一个齿轮，就可以非常顺畅的通过这个供弹。好，机械供弹说完呢，它的原理以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好处。首先是故障率降低，啊，故障率，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电机供弹的产品呢，因为它里边是有电机的嘛，所以一般遇到子弹如果炮的不是很顺畅的话，会容易非常出现卡弹。但是机械供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出现卡弹的话，它直接就把弹直接会碾碎，因为它的力量要比电机要大啊，因为它是纯机械供弹的啊。好。弹夹的安装呢，相比于这个M4 不太一样，一般的 M4 弹夹都是直插的，但是大家知道 AK 的弹夹是这儿来装的啊，这儿来装的，给大家装演示一下。首先是从底下这儿，然后呢往上一弹，哎，这样这个弹夹就安装好了。然后呢拆弹夹的时候，这块同样有一个握把，这块这个位置啊，按一下握把，这个弹夹就拆下来了啊。所以它的这个弹夹装弹形式和 M4 是不太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枪的后托。这个枪后托采用是一个折叠后托的设计，前面有一个弹簧卡扣，把这个弹簧卡扣拨开啊，然后这个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以后往后一别啊 ，OK， 就卡住了啊。这个就是 AK74U 的一个整体的安装完的效果。从比例上来说呢，我觉得还算 OK 了，拿在手里，包括这个后托的这个托肩膀的位置，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从枪的宽度上来说呢，我也觉得还算是比较 OK 的了啊。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枪的功能，首先右侧的这个开关呢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开关主要就是一个装饰啊。然后左侧的还有这个垃圾的位置，这个垃圾的位置扳手也是一个装饰品啊，并不能直接拉的啊，只不过是一个装饰。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左侧这款枪是带单连发开关的啊，一共三档开关，一个是保险。啊，就是安全保险啊，还有一档呢是这个连发，中间这档是连发，然后下面这档是单发，来可以看一下。啊，它的这个设计呢，因为目前单连发开关设计比较有名的就是这锦明啊，锦明的枪一般都带单连发开关，但是它这个单连发开关明显就比锦明那个好很多。锦明的那个单连发开关，说实话有时候不太好使，而且精准度不高。有时候拨到哪儿不一定指到哪儿不一定是那个功能，但是它这个从这个手感上来说的，它的这个指位还是非常精准的啊。我们也可以试一下，首先我们来试一下连发，连发，然后呢是单发，啊，这个是弄错，这是保险，下边是单发啊。所以它的这个单连发开关相比锦明来说更精准一些啊，这个就是这款枪的一个功能，其他的功能应该也没有什么了。然后待会儿我们还会做这款枪的一个产品的射击的评测。然后这款枪呢是有配重的啊，我们正好来量一下这款枪的长度吧，好吧？这款枪把折叠盒都打开，然后安装好火帽以后，它的长度是73公分啊，中规中矩，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重量，因为这款枪是有配重的嘛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枪的重量啊。这块还带一个仿金属的一个这个拉钩扣啊，方便大家来那个装背那个战术背带啊，这个还是很方便，很人性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重量。好，这款枪的重量是。0.89公斤啊，0.89公斤，就是890克啊，890克，不到1000克，但是这个重量拿在手里还算是手感比较好了，不会太重，而且也不会说很轻，有那种廉价的玩具感啊。从气密和射速上来说，我觉得没有斯泰迪的快啊，射速来说没有斯泰迪快，但是它的这个气筒。听声音来看啊，它的气筒的行程很长，说明它的气筒推进量比较大，射程应该不会差啊。所以说我感觉待会儿咱们在射击的时候再具体的评测吧，好吧。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弹夹装弹口的位置啊，这个弹夹呢是从侧面有一个滑盖，把这滑盖滑开以后，从这侧面进行装弹的啊，这个是一个弹夹的装弹方式啊。
这个弹夹目测比较大，大概能装个258左右的一个水弹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弹夹啊。好，这款产品的安装评测就到这里，待会儿我们再来试射击评测。Hello，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乐辉 AK74U 的一个产品射击的一个评测。这款枪虽然刚才静态评测和开箱安装都给大家做了，这款枪虽然从颜色上来说不是很仿真，但是从圈里的口碑来说，这款枪口碑还是不错的，从射击效果呀、精准度啊，还有射程方面啊，然后很多俱乐部和战队都是用这款枪原装来这款枪来进行这个比赛的啊，所以这款枪的性能应该是不错。现在目前呢，我们已经装好弹了啊，这个现在我用的是7毫米的黑珍珠弹啊，可能要比普通的透明弹要稍微硬一些，但是这种弹不太好泡啊。我们还是用这个钻龙的这个电动板来试一下它的效果。因为它的这个刚才说过了，试了一下啊，它的这个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它的这个弹程比较长，所以刚开始的前15发啊，15发到20发左右是空发，它需要把这个子弹拽上来以后啊，然后才有子弹来射击，气密相当不错啊。这个电动板可能电不太足了，我们再试一下啊。各种试完了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吧。首先先说它的这个气密啊，它的这个气密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气筒行程很长，所以说明它的推气量比较大。然后再说它的射程，射程我觉得在目前下供弹的水弹枪里边，射程算是非常优秀的啊。射程基本我觉得在原厂的情况下，射程基本能到20米左右这么一个落地距离啊。然后再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它的精准度比锦明和斯赛迪的都要好不少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靶子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小啊，非常小。我站在10几米开外的地方打这个小靶，都感觉到非常的精准啊，没有什么太多空发的地方，说明它的精准度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款枪从性能、射程，还有它的这个整体的效果来说，不愧为目前最强的水弹枪之一啊！虽然是。它可能它的这个配色可能没有像锦屏和斯赛迪的那么仿真，但是它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让我满意的啊！因为我这个评测的枪也不在少数，这款枪的效果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啊！如果大家不是很在意这个外观颜色的话下场比赛的话，我觉得这款枪原配的就够了啊，就 OK 了。如果要是后期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自喷漆的处理，比如把它喷黑什么的，这都可以，非常简单啊。好，这就是乐辉74U的一个评测情况。然后在这个弹夹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一颗一颗的非常的精准，因为它是机械供弹的，不像电机，因为电机的转速，弹夹的电机都是自适应的啊，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这个电池更换了以后，这个电夹的这个电机用不用更换？也不用啊，因为它的这个一般的像锦明啊、斯赛迪，它弹夹电机都属于自适应转速的，一般都是配合着你枪的转速来的。但是机械供弹呢，就不会出现那种卡弹或者是这个扭矩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这点还是非常好的，故障率也低，不会出现说弹夹损坏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弹夹确实也比较贵啊，比其他的弹夹要贵不少。好。那今天的这个评测就到这里，给大家购买的时候做一个。